我们来看一些题目，这题我刚刚跟你曾经跟你讲过的，考试的一种就是我在讲过的，就是说我告问你说折射线是哪一条，啊，就是要用到折射定律的第一点，入射线、折射线在法线的两侧 ，and 第二点，角度比较大的代表光速比较快，是哪一条是对的？好了，这个是从水射到空气，光在哪边比较快？空气比较快，所以折射角要变得比较怎样？大。所以呢，水比较慢，空气比较快，所以呢，角度要变大。所以呢，我们答案就是选 B。答案不可能是 C，C 是没有折射，必须垂直才不折射。然后呢，那个 A 跟 B 看起来很奇怪，所以应该不会了，所以就知道答案是 B。可是有人会画的没有那么奇怪，要你挑。啊，有人会画在同一侧，让你挑谁是对的 ，OK？ 啊，有人会直直的出去，跟一个大一个小，让你挑。那你要知道会变大还是会变小 ，OK？ 我问你吗？没有，就这个。刚刚跟你讲的就这个。啊，现在从空气射到水中，应该是哪一条？应该是哪一条？就是折射定律的第一点跟第二点，啊，然后你就会晓得应该是哪一条。可爱大帅哥，二号不是大帅哥，我们大帅哥叫做二分，二十分，你的答案 B， 请坐，好无聊的男女生哦，我们是从空气射到水中。我们折射定律告诉我，角度比较小的代表光速比较慢。我们还告诉你说，入射线、折射线在法线的两侧，所以答案绝对不会是甲。甲在同一侧，不合折射定律第一点。那么选乙、丙、丁，你要选那个角度变小的，也就是偏向法线的，所以是谁？所以是乙，所以答案就选 B， 答案就选 B。这就是我们第一种考折射定律的方法，就是我画一张图。请问你折射线是哪一条？这是第一种考法，那还有别种考法，但我会做到别种考法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接着就看另外一种考法。我画一张图或四张图，然后问你说谁的光速快，谁的光速慢。来，这里有四张图，四张图的入射角都一样，然后呢有四个不同的折射角。请问你谁的光速快，谁的光速慢？那还是用所谓刚刚讲过的折射定律第二点，角度越大的代表光速是怎么样？越快。那角度越大的代表光速就会越慢。这里问最慢，所以要挑角度最小的。所以呢，角度越大光速越快，角度越小光速越慢。这里要问我谁最慢，我就挑角度最小的，最偏向法线的。所以呢，答案就是选 A。容易吧？简单吧？这个有四张图，这个、有一张图，意思一样。啊，请问你这样子甲乙丙谁快谁慢呢？甲乙丙谁快谁慢呢？一样嘛，就看一下。这个上面没有标角度，是用眼睛看。有人会标好，什么30度、40度、60度这样标给你看，就更清楚了。啊，有人就把角度标给你看，就更清楚了。这个用这个要看感觉的，要看感觉的。答案应该是谁呢？二号。你真的很想回答哦。对。好了，二号，你起来回答吧。你起来，你不要急，让我把你放大。起来了。你好无聊哦，多少啦？多少 ？C。C 哦，你选 C， 请坐。你要让全世界看你在跳舞吗？刚刚讲过了，角度越大代表光速越快，越偏离法线代表光速越快。那这里就看图就知道了，应该是丙最大呢，乙最小，所以答案就是丙甲乙，答案就选 C。这就是我们考折射定律的方法，考折射定律的方法，一种是请你选折射线是哪一条，一种是画一张图或四张图问你说谁比较快谁比较慢，排次序或什么之类的，那就是要把折射定律记好就可以了。重点是第二点，角度越大代表光速会越快，可以吗？可以。